是你们说的那种那种坏小孩，他是不是坏小孩，也不是你们说的那种虚伪的坏小孩，他是不是坏小孩，我现在的想法已经超出你们的时代，他是不是坏小孩，请你们替我想想，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，他是不是坏小孩，好久以前我的脾气就这么坏，他是不是坏小孩，好久以前我的叛逆就像现在，他是不是坏小孩，请你们原谅我，不必为我担心，他是不是坏小孩，我有我的理由，希望你们能够明白。